Hello，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周峰啊，咱们今天来玩游戏呢，叫做《明日探险家》。你听这个名字，看的这个画风啊，都好像挺幼稚的，是吧？这个游戏啊，它是一个算解谜嘛，其实解谜因素比较低啊，它主要是一个找东西考验眼力的游戏啊，非常的不适合我啊，非常不适合我，有点像我们之前曾经玩过的那个 Hidden Fork。本来呢是不想玩这么容易让我丢人的游戏啊。但是呢实在是剧情向游戏着实是玩不了啊。但重要的是我的嗓子是常年保持一个咽炎的状态啊，只有不太严重和非常严重两种状况啊，恰好最近又变成了非常严重。哎呀啊，不说这种这个丧气的事情啊，我们来玩游戏好吧啊，看看他能不能把我的这个眼神啊按在地上搓好吧啊。宋吉米，你的授业恩师大卫教授失踪了啊。这个魏江华呢明显是个东北人啊。警察呢搜找了3个月啊，是嘛也没找着啊，只有蔚蓝联盟知道。李大卫的失踪和外星人有关系。这游戏突然间超脱现实了，你需要帮助蔚蓝联盟收集未来齿轮，收集到3个未来齿轮就可以打开通往外星人外球的大门啊，才有希望救回李大卫教授。好，那么我们现在呢点击这个黄书包啊来获得线索。点完之后呢他说这个宋吉米的书包被放在2楼休息室。哎，这就是一个提示。说起名真敷衍啊，外星人的星球叫外星。然后呢这个游戏啊它是有这个手机版的啊。我是本来是在手机版上下了一个嘛，这游戏目前只出到这个第一章啊。然后在手机版呢我是稍微的玩了一下啊，我找到了前4个物品。那这边说呢，红色日记由稀有材料制成，藏在水里也不怕。于是我就想哪里有水呢，然后就找到这个游泳池。哎，游泳池这里呢就有一本书啊，书对不对啊，有一本书，然后你可以打开看一下啊。小助理每天都跑去图书馆门口蹭 WiFi 啊，还说在侧门啊能听到有女生的哭声。然后呢我们下一个需要的东西呢就是这个啊，大卫教授总是把超级芯片放在他最信任的小助理身上。我之前是用手机玩这个游戏，就是这个我就没找到啊，所以果断的打开了电脑啊。我们来看这个形状啊，大卫教授总是把超级芯片放在他最信任的这个小助理的身上，这应该是个兜是吧，兜里放了一个芯片。刚刚日记里好像也提到过，小助理每天都偷跑去图书馆门口蹭 WiFi 是不是。然后这个女人我刚刚是在图书馆附近找到的，所以呢小助理你看是这个吧啊，就是她嗯。以考验眼神的游戏啊，活脱脱能玩上推理游戏，可还行啊，可还行。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呢需要进入下一环节了，应该是要解锁更多的地方，看有多少东西啊，15个东西是吧。行，我先把这些都打开啊，都打开。我来看一看。哎呦，这老年人的眼神玩这东西摧残。哎，发现一个啊，是吧，这台摄影机被放在教室一旁，就在这里，太棒了啊，太棒了。这里应该还有关联啊，还有关联。这么大个地方肯定不可能就这么点东西啊，就不可能这么点东西。我们来放大点看看。我还是要再浏览一下啊，就稍微记忆一下啊，稍微记忆一下。哎，又看到一个啊。哎去你的。这封邮件啊我只能做了加密处理。现在你要找到3个齿轮就能打开通往外星的大门啊。好的啊，再来看啊，这是一个小找着找着就突然发现东西了，你看看。话说这玩意儿我觉得可以用蒙的呀，瞎点不行吗？你看看我都没有发现的。我得快点洗好，不能让妹子笑我。好想知道她喜不喜欢我呀啊，这就是孤独一辈子的男生的这种剧本，你知道吗？就跟一个妹子找一个男生去他家修电脑，结果那个电脑只是电源没插一个道理啊。你这样会孤独一辈子的好吗啊。我们干正事啊，我们还得拯救这个东北不是大卫教授呢，对不对。看看啊，这有个唱歌的啊。天上有一台无人机正在唱歌啊。3D 打印机我觉得也很有可能是在这种这儿是不是很有可能是在这种地方。好，同学们正在干嘛，然后没有注意到桌子上的手机亮了。好，所以说他在这儿。这个芯片我刚刚很明显的看到了是吧，太大了。孙正阳正在教室里蹦迪，脚下的红色手柄记录他今日的运动量，在这儿啊。他这个提示真的挺明显的，我是一个保安。爷爷正在询问保安他孙子不知道去哪了，就他俩是打包的呗是吧。逸轩机器人正在等待大家买来美味的食物啊，来买美味的食物。 OK， 好像不在这边了吧。哦，在这儿啊，让我来守护这个厕所啊，守护洗手间。
你守护这个女厕所我没有意见啊，问题是你是男的是女的是不是，如果你有性别的话。嗯，不是他哦，是他。好的，小明在公园里乱跑啊，本美人鱼经历历经化险变成人类，尽管只能在水源附近行走。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本美人鱼，这个美人鱼只能在水源附近行走，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哎，哦，刚刚教室那块没有了，那么这里的水源应该就是这儿了。所以，你是不是人鱼？你是不是？哎，你看看，是人鱼吧？在学校里乱跑，看来只能回忆一下爷爷的描述了。爷爷不知道孙子哪去了。哎，这，爷爷在这儿啊。我孙子最喜欢和小姑娘聊天。我是一个保安，是不是你？我以为是他身边这个保安，应该就是外星人伪装的啊，外星人伪装的。我们现在差什么？现在差一个外星人，差一个小明，一个无人机，啊，一个带着 AR 设备正在打游戏的这样的一个人。无人机应该，我觉得这样滑，哎，这儿，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啊，就差这三个了啊。他是个保安，你是不是保安？哎，等这没打开啊 ，AR 搁这儿呢 ，AR 搁这儿呢啊！你是不是保安？小明啊，我觉得这明显就是保安啊！我之前没有点过他吗？啊，漂亮，是他啊！小明，我觉得特别神奇是在于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小明应该会在一个非常好找，不是你吗？这我觉得小明应该在一个非常好找的地方，然后我竟然看不到啊，竟然看不到。啊，搁这儿呢！哎，你搁这儿干啥呢，小明？啊，有事儿啊，你这是？你看这楼多高？OK， 我们进入下一阶段了啊。哦，这个阶段应该好找，它的范围很小，应该不至于让我找到老，莫名其妙就押上韵了就。好啊，先看看啊，狗。房顶上搭狗啊，房顶上搭狗，找到了啊！一二，我先看有多少个啊？哦，才六个呀！啊，哦，他要找到三个齿轮，那也就是说，啊，还早着呢。实验室内的设备，我估计实验室内的设备在这儿，漂亮！医学院的微型飞船，无人机。无人机，我没看见，没看见啊！本来说好先去泡吧的，要买保险吗？不要，又炸了！哈哈，你录啥呢？搁这儿啊？哈哈哈哈，有点意思啊 ！I like Chinese food， 中国的这个美食啊，真的是很好吃的，是吧？啊，有北京菜、上海菜啊，鲁菜、粤菜，然后和福建人啊，都挺好吃的。对，无人机没有在我预想的位置看到。手镯是法老的遗物，小方的口水战打不过别人，快帮帮他，在这儿啊，在这儿。呜呀，还有小游戏吗？这他妈也行，这就是一喷子呀！啊。是吧，我们是来帮小芳当喷子的。这游戏有点低龄啊，但是还行，不能光凭画风啊什么，还是挺有意思的。好，三星，漂亮啊。哦，原来这样要解锁全部的场景。哎，没有解锁呀，这是什么毛病，是吧？我还要找到一个法老的手镯、齿轮和这个无人机啊。哎，我好像看到这个了，这个位置放的真的挺隐蔽的。好，现在就剩一个法老的手镯子啊，和这个医学院的飞船。这儿应该就是医学院，我觉得应该就是在这儿附近。哦，我一直以为它会飞在外边，知道吧？就它飞在里面。好，就差一个法老的手镯了啊。让我来抗一抗啊，这个法老的手镯子搁哪儿呢？
借发牢的搜桌子，好像不在这儿啊。这个提示搞得让人不是很好找。这个发怒的男人啊，这女孩在哭，为拯救世界而锻炼，该减肥了。你看这两人思想境界又差很多，是吧？这个思想境界很高啊。2000 years later， 我觉得我找了好几圈，我之前见过他的。我真的，我觉得我之前应该是找过这个房间，对吧？我找过这个无人机嘛，我肯定会找过这个房间啊。没看到，太小了这个。这个要是在手机上让我玩，就我这老年人的眼神，这辈子都不可能发现。好了啊，继续冒险。好，我们找到一个齿轮了啊。红色齿轮可以帮助你完成接下来的任务啊。未完待续了就。哦，我知道了，他是找到三个齿轮就去外星了吗？我以为是我们现在解锁这个东西是找到三个齿轮，然后后面是外星的剧情啊。看来我想多了啊，这个游戏真的是很早期很早期的这么一个游戏啊。但是他这个挺有意思，他挺有意思，他是有一定的逻辑，就找东西是有一定的逻辑。然后这里面游戏人物一些对话也挺还行还行，等以后这个游戏更新了我再更新啊。这个时间有点短啊，一是嗓子确实不好，二是这游戏短好吗？啊，游戏短好吗？不要乱发弹幕，知道吗？好，那咱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